我知道有个观众是叫什么林苹果的，我说我不知道他第五是不是也是叫一模一样的 ID，哦，没有第二次。哎呦，封窗了呀！哎呦，还差一点呢、啊。怎么擦个眼睛就走这么慢啊？还有这机子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只有两台？为什么律师八十？他没有封机子啊？大概没接电给他吧？哇，这有弄到！光刀！哦，你们还要特地这样子换来换去的干嘛？哎呦，头好痛啊！人家是速闪哎。完了，那边有眼睛，他不知道。灵魂，哎呦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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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对对。他没有带大心脏啊！丢过来了。哇操！有丢这么快，哈哈！律师就直接开后面的门就好了，在那边等就好了。他刚才是小黑，所以再传过来的小白，他没办法及时打我，还差一点。好。
We'll be right back.